网络发达又自由，许多人都以为随便发文没有关系，但是未经查证的发文内容，或者是随意乱批评别人，还是会触法的哦。今天的 Q&A 大叔就要来告诉大家，在网络上乱骂人会有什么后果呢？各位大叔帮您来解答，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。那网络呢，无远佛界，对，就像你在看我的节目也是一样嘛，网络就是佛眼为这个无远佛界了哈，而且呢影响力很大，是买东西，对，最常用的是买东西，没有错，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在网络上买东西，而且呢千奇百怪，你要买什么几乎都买得到。对啊， 我比较不会用网络买，是年轻人会啦，我们这个年纪大的比较不会的。我要网络上买东西，也小孩子帮我买，对啊。但是对我告诉，对网络的使用要小心哈，没有错。我告诉各位观众朋友，网络上真的要小心。我有调过一个例子哈，我告诉大家，那个想一想也有时候也是一时冲动哈。那有一天呢，是阿花就到菜市场去买鱼，现在有一些鱼的那个大的那个鱼店哦，它是都有装监视器的。因为呢，他有时候在那边喊啊，在那边喊这样子，结果呢，他去买鱼的时候呢，回到家一看，哎，他觉得他挑的鱼不是这些鱼，他有些烂掉了，哦，他就觉得不行啊，很生气的。然后呢，因为现在人被调包了，我告诉各位哈，有没有被调包我不知道，但是呢，我只能讲说，有些人他碰到这个情况以后，回去就会骂，在网络上开始骂，哇，就骂说这家这个卖鱼的鱼店的没良心呐，啊，还要调包商品啊，甚至于有的更恶劣的，他叫大家不要去买。啊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是真的的话呢，或许也就算了。那如果你误会人家，你在网络上公然这样子给人家攻击呢，那产生的问题就大了。好了，果然不错，被告了。那这个案子呢，就告到这个地检署去，后来呢，转到调解会来。那到调解会来呢，我就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个案子。那个鱼店呢，就跟这个我说，他们整个鱼店都有监视录影器，所以呢，他可以把整个录影带呢全部都公布出来，几个摄像镜头通通都公布出来，你看看我有没有调包。那我就跟这个当事人讲说，那你要不要看一看？我们大家一起看嘛，公平嘛，看你有没有误会嘛，哈。然后呢，那个阿花就讲说，不管了，他就是这样子啊。那我一转身就把那个坏的鱼啊，就装给我，然后我拿回家，他就不是我原来买的那些鱼。那我就跟他讲说，其实你在很多国家，因为我也曾经有碰过这种事，我在巴厘岛也碰过了哈。那其实有一些地方有一些观光区啊，有些卖东西的商人是真的是这种做法，他给你看啊，这样的东西，他一转身，然后就换了另外一包给你。你一上了游览车，你车子都开走了，你也没有办法找了。的确有，没有错，你也有经验过哈。对，在有一些观光区真的会有这样子，这个我相信。但是呢，你说在菜市场买鱼，碰到这种事情，然后呢，哦，就开始看录影带嘛。那各位观众朋友，我想现在哈，每一个人都懂得保护自己。然后呢，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守护得好好的，大家就来看录影带啊。结果录影带开始看，从那一个人当事人阿花呢去买鱼走过去，然后呢，这个好几个镜头，什么一个一个镜头看他买鱼等等的这些动作呢，从头到尾就是那一包，看得很清楚，就是那一包鱼，没有动过，也没有调包过。那个老板呢，他也没有转身，都没有称完了以后直接拿给他，哎，这看得很清楚。然后呢，看得很清楚以后呢，这个阿花他还是觉得说，不对，那个不对，他一定是有给我调包啊。其实呢，事实就胜于雄辩啊。那个时候误会了啊，对啊，就是误会嘛。其实我们现在人就是这样子，一点点啊。现在不晓得是这个炸鸡吃太多哈，大概是炸鸡吃太多，火气大，有时候碰到事情就发火，发火呢冲动，就网络上就开始骂。所以网络上骂人，当然有罪啊，当然有罪啊，他当然会被告啊，告。
告公然侮辱。我告诉各位，他如果要告的话，他是告公然侮辱。那所谓的公然，公然就是指没有特定的人嘛，也就是说你如果今天你只是写信跟我讲，或者你跟我直接赖告诉我说啊，这个你卖我什么东西，我骂你什么东西，那不叫做公然。但是你如果说在脸书上面，在赖的群组上面，你就给人家散布这种讯息，那当然就造成公然。所以公然就是没有特定的人，而且呢你一出去那个讯息大家都看得到。所以网络社会我们要小心一点啊，不要乱骂人啊。有时候我也常常被骂哈，是啊，有些骂的也不是真的啊，一笑置之的，对我而言我是一笑置之，但是伤人不对。对啊，做生意的没有错啊，做生意被你一骂了，他哪还有信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告诉各位，忍耐一点，不要碰到事情不求证马上就发火了就开始骂，对你是绝对伤害的。而且你只要是对他人表示轻视，然后呢你只要贬低到他人的信誉，影响到别人的做生意，你这样子恶意栽赃呢，你就造成了这公然侮辱。那如果更严重一点，你就叫人家不要去买什么东西，这种恶意的栽赃呢，你还会加重诽谤。所以呢不要以为这种小事情，生活当中小事情，很多事情都会触犯法律的，被告你就很冤枉了嘛，对。所以我告诉各位，忍耐一点啦，啊，有的社会就已经这么复杂了，我们大家对事情我们要冷静的看待，冷静的处理哈。那有任何问题呢，我们都欢迎您在我们大新店有线电视的官网粉丝专页呢，你来留言，我们都会尽快的回复你。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收看。